你被维利尔逐出皇宫后，他曾经说过，你和他其实是同一类人。哼，所以我们都明白，一副牌注定容不下两张鬼王。可如今维利尔家族掌握龙晶，事业熏天，他的傲慢如同雄狮，引领他去撕碎每一只不懂畏惧的猎物。畏惧，畏惧只属于弱者，只要他答应了熔炉决斗的盟约，特洛伊会用胜利让他的傲慢融成一滩铁水，而我会不惜一切代价成为烈火。发牌已经结束，牌手已上桌。